嗨，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茵。嗨，我是甜甜。今天我们要来开摄影大哥的房间。对，我们讲话很小声，因为现在还很早。对，他在睡觉。现在大概八点左右了，这样。对，他还没醒。这是他的房间卡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。耶、yeah ！我们上次惩罚剩下的让我去。关于罐头。好，给他熏他。Let's go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白痴哦！他闹钟上面竟然是九点，你是故意调的吗？
不起床。一大早就要拍片了。对。早安。这就是有没有我吓到吗？有没有惊喜？还要睡？还睡？把妹子抢走！把妹子抢走！把妹子抢走！给他吃早餐，给他吃早餐。早餐，早餐。你的早餐也早餐，我是猫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太晚起了，所以没有早餐吃了，所以只剩下这个。好臭哦，白痴哦！好啦，来吧。有大家喜欢整人系列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会继续拍哦。然后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还帅，不是帅。起床，我们都化好妆了，我们要去吃早餐了，拜拜。拜拜。